早上好啊，今天拍摄班日常，天气冷，先倒杯热水，然后就开始进入工作了。当然了，也会跟其他同事一起探讨工作。还有，为了公司的形象，细心的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。为了老板的心情愉悦，特地学会了几种快捷键，剪片子呀。这样子，老板就可以放心的把工作交给我了。准时下班，不浪费公司的一滴水，我真是一个为公司着想的好员工呀。